木布熏鹿香是名马尾香、天泽香、摩勒香、多茄罗香，气味微湿，无毒，主治口目邪，用乳香烧烟熏病处，以顺其血脉，急慢惊风，用乳香半两，干碎半两，共研为末，每服半钱，乳香汤送下，小儿双目内吊，腹痛，用乳香、末药、木香等分，水煎服，心气痛，用乳香三两，茶叶四两，共研为末，加冬季露雪合成丸子，如弹子大，每服一丸，温促化下，恶逆不止，用乳香同硫磺烧烟平嗅。梦怡，用乳香一块，拇指大，握时细嚼，含至三更时咽下。三、五次即见效。雪林，取加时的乳香研为末，米汤送服一钱，难产催生，用乳香五钱，研为末，加母猪血合成丸子。如五子大，九冲服五丸。右方，用乳香、朱砂等分为末，加麝香少许，九送服一钱。风虫牙痛，用乳香细嚼胭脂。右方，用乳香、川椒各一钱，共研细化蜡合成丸子，塞病池孔中。右方，用乳香、巴豆等分研细化蜡合成丸子，塞孔中。右方，用乳香、枯矾等分化蜡合成丸子，塞孔中。漏疮脓血，用白乳香二钱，牡蛎粉一钱，共研为末，加米膏为丸子，塞孔中。阴茎肿痛，用乳香、葱白等分捣烂敷涂，单独用乳香研末，杨枝条涂。